红旗首款 MPV 车型红旗 H9 预售价格为400,000元起，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整车尺寸较别克 G18 等竞品更占优。自预售之日起至上市当天下定的车主还可享受包括半年原值回购在内的七重礼遇，也就是说车主可以免费试开半年。新车前脸采用大尺寸直瀑式进气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中网内配有粗壮的金属饰条，上方前发动机盖板上红旗标志与格栅融为一体，车尾采用贯穿式灯组，上方配有扰流板，下方是双通道进气式尾翼，内饰配备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以及全液晶仪表，搭配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新车搭载第三代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参考红旗 ETS， 预计其峰值扭矩为38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